大家晚安。在4个月以前，远见杂志还有水宝局就跟我说，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。他们拿一大串名单，都你要去哪里，你自己说。因为我多么的期盼说来到这里，因为早就听说这里有全国最好的服务的所有的社区，你有最好吃的菜色。果然，今天到这里真的很受到感动，因为从一开始每一个人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。 每一个人的那个言语是那么的真诚，我真的我都感觉到哇，竟然会开餐厅啊！阿公王平是要怎么办呐？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，除了结婚那一天。但是今天就是得意忘言，就叫欢喜也不知道讲什么，我就是我现在的写照。董事长开了这么多票。 这个可以啦，这个可以用，来，我们上来。不是一件，不是一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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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一
他非常细心哈，因为带很多回家，我几乎每一道都有吃过，然后每样吃过以后，我都很想把它打包回家。但是现在他们好像在打包了，那么我就赶快要过去把它抢回来，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。结婚了，你要上来，来拍一个，等一下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够了。生意来，各自穿一件来。哎，自己拿，自己拿哈、哦。小朋友拿小件的哈、哦。来。哎，小朋友拿小件的。你请来给我这边。紧张站起。哎，上台的时候小心。先上台。哎，一件到这边。你刚没做这口水要头啊，那你刚没做这口水要头哈，没有，请给你，你这，好，这里贵。